日本へ行きましょう。大家好，我来到秋叶原的 Sega， 然后这个是兑换零钱的机器。那我在这边发现一台蛮酷的机台，它是 Pokemon 卡奥 ，Pokemon 卡奥嘞。对，它是一个卡片对战的感觉吧，它有一个角色卡片，然后我在台湾有看过类似的，不过这好像是新的机种，那游玩一次要100块，那如果你要捕捉到神奇宝贝，就是它的卡片的话，还要再100块，其实蛮贵的，是蛮花钱的游戏啊。OK， 那我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那这个机台我后来查了一下，是在日本好像八月多才出的新机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边有一个战斗，然后这是马上抓取，这个是跟其他玩家对战。那我们应该是普通战斗，然后去抓取吧。那有三个模式，然后呢，有两个关卡，超梦哎，太强了吧！然后哇，只有两关，这是 Hajime de Course， 就是初始的地方。那御三家，好，这一版的御三家是这些。OK， 那哦，这个是 support， 这是辅助的，可以帮我们的人。好，第一次玩这个机台，蛮大台的，我的画面拍不下，它非常的长，对，要拿横的才拍得下，可这样画面就会变细细的一条，所以我还是这样拍。OK， 但是超级大梦录到路卡利欧，还有一个妙蛙种子，总共是四星吗？好，这应该是他们的战斗力吧。路卡利欧1900，可是我没有卡片哎。它这个界面大概是这样，中间有一个球，旁边有两个按钮。然后呢，这边说要插入卡片，你可以召唤你的卡片。但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它会随机给我一只，哦，派拉斯，小小的，超弱的，天哪！好，我们还有一只可以召唤，那一次就是2-2哦，树林龟哦，这只是御三家的那个草系的第二阶进化，好，进化一次，对，好，这应该比较强一点点。OK， 那这边呢？这边要按什么？左边、右边，哎 ，OK， 哦，好，是要按到最大值，然后好像会加东西哦，中间有一个那个攻击的进度条。对，如果越快的话呢，就可以越早发动攻击。好，我们的派拉斯要攻击喽。好，这要干嘛？上下转吗？上下转吗？哎，要怎么转？哎，是要照他的什么吗？哎，没了。啊，我们刚刚好像是跟敌人有点同时攻击，所以要一直摇吧，然后看谁能攻击到。然后我刚刚摇输了，我就哦被打一下快死掉了。好，换我攻击了，攻击的露露。好，这有一个加攻击力的，好，这要选到比较好的。然后这要连打，连打越多伤害应该越高吧。我们刚刚使用了飞叶快刀，好，那再来我们的派拉斯，那他攻击就是要选那个，然后加攻击力50跟20，然后连打。我现在只有一只手，因为一只手要露营。好，因为他是补血耶，他还会补血哦。好，再来换敌人攻击了，好像快死掉了。哦，防御的方式有盾跟哦，选到叉叉，有一个是增加防御率，一个是增加回避率。对方用藤鞭，妙蛙种子用藤鞭，快死了哦！我的派拉斯更新差一点点，快死掉了。好，让他死前赶快攻击一下好了，加油啊，派拉斯有点弱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选到哎。可以耶，他这个好像算准的话是可以选到20的，好像抓准时机可以用看的把它按下去，哎、欸，就是补血，不会攻击吗？那这个血好像再补也没有用了吧，赶快攻击好了。好，我们的树林龟赶快攻击，哦，哎、欸，来不及，输给对面的速度了。好，来个防御还是回避，增加回避率，拜托不要打中我。哈金啊，他是用发劲格斗系的招式。哎、欸，死掉了、欸！我的土台，他怎么会打那一只？哎、欸，可恶！哇，死掉了，那还要可以再召唤一次。哦，小火猴怎么都选到这么弱的？好，他应该总共可以召唤4只吧，所以我们可以4-2。OK，
小火猴加油啊！糟糕，我们都这个都好弱、哦，都只有一颗星。好，攻击有了。来，来，这门要一定要选到20，不然我觉得会打不赢。有了，我好准了、哦。OK， 爪击希卡克，抓抓抓抓抓，好，好，我换对手了。这个 support 我不知道怎么用，它有一个球是支援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按。OK， 又要防御了，也要防御到，哎、欸，有增加防御力。OK， 对方发进，时间剩1分钟，哎，有时间限制。然后妙花种子我们已经解决了，哦，很痛哎，我又死一只了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召唤，拜托来一个强一点的好不好？噗，草苗龟，是我们刚刚那只乌龟的第一阶的那个形态，就是御三家。好，都好弱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格斗系，可是我都没有招式可以克他。好啦，攻击攻击，20 20 20，有，哎、欸，我好准哦，我超会选这个的。是我的爪击，拜托增加伤害。好，只有一只手可以按，有点按的有点慢。好，还打不赢呢。时间啊，时间到了是不是 ？Time 没了，时间到了，哇！哇哇哇哇！我左边还没有打死哎、欸，应该会影响那个悬浮度。然后这边要选球，哇，选到普通的球 ，Pokemon Monster， 波鲁，好，最弱的球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哎、欸、，get 到的，一次抓到两只哎，好强哦，太好了。然后这边如果你想要抓到这个的话，你还要再投币。还要再投币，如果你想要得到他的卡片的话，你必须再投一个100块。哇，好贵啊！好，那你可以选你要收服哪一只，只能二选一，但是路卡利欧啊。OK， 我们成功收服到路卡利欧，然后最后呢，这是要干嘛？好 ，bonus， 好，我们要增加，好像可以增加路卡利欧的能力吗 ？Densoju， 好。那个神奇宝贝的资料传送中，那这边我们调越高，应该是可以增加它的经验值吧 ？Level 会增加 ，Dolak 经验值有增加 ，OK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其实好像还可以有第二关、第三关哦，遇到四星的路卡利欧，哎、欸，一星的小火猴，好，它其实还可以再对战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我们卡片，路卡利欧，对，它是实体卡片，还蛮厚的。1900的路卡利欧，两星的耶，还不错吧？没想到第一次收服的是路卡利欧，是我的初始神奇宝贝。